乌尔是古巴比伦一个繁华的城市，是亚伯拉罕出生的地方。乌尔盛行拜月亮，月神的名字叫辛，月神的妻子叫宁高，是乌尔的女月神。在宁高的庙中有许多淫乱的女祭司，常行可耻的事。亚伯拉罕就是从这样淫乱污秽、不信真神、崇拜偶像的环境中出来的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是蒙上帝的呼召，上帝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上帝在当时的世代要兴起一个见证人，为要领列国万族归向上帝，使全世界蒙福。由于亚伯拉罕的先祖以诺、挪亚都信仰一神，上帝与他们同行的事迹，亚伯拉罕大概早已经听闻，印象深刻。因此当上帝呼召他脱离败坏的偶像和环境，认识顺服以及敬拜真神时，便笃信不疑。他因信耶和华全能上帝，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并立他为多国之父。